在我致辞之前，我先首先，在经历刚才的祷告之后，我有一个感想，也就是说，我的台语不如周星龙牧师啊，我的华语不如戴志忠院长，我的英语不如戴志忠老师。即便是如此，我相信我们对耶稣基督敬畏的心是一样的。我也带着这个敬畏的心来为国家做事，确保和平。我也带着这个敬畏的心，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平安，可以和谐，可以繁荣。我也希望我们人民有信心、有信仰、有公义、怜悯的心。那刚才我们几位领导祷告的，我们的先进都有提到，我们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世代差异，还有很多我们所面临共同的挑战。作为国家的总统，我有责任，也希望大家秉着公义心，对耶和华的敬畏的心，一起共同来为台湾社会来打拼。在这里，我要为戴文慧老师做几个补充。戴文慧老师，因为你坐在那个戴彭彭佩老师呢来做一个补充，因为当我们戴其中老师院长在说话的时候，彭彭佩老师做了好几个补充，所以有一个最重要的补充呢，我在这里替他做补充，就是说当戴其中老师说到老师不要紧张，彭彭佩老师曾经拒绝追求他的人，彭老师说其实不止一个。但是他为什么拒绝呢？因为这些追求他的人都希望他可以跟着他离开台湾，但是彭老师决定继续跟我们在一起，谢谢戴文慧老师，戴文慧老师，戴文慧老师，戴老师。